小刚，哎，干嘛？给钱呢？给什么钱？吃饭钱。啊，哎呀，你是自己在拉货的吗？没有啊。啊，怎么要交交饭呀？我都拉了十几年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说你交，我是看他请你啊，交饭钱是没有的啊。交了。哎呀呀，你不能够这样子哦。干什么？你吃霸王餐呢、啊？坐车不给钱呢、啊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说交从来都没给过钱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说你的交是看他请你，知不知道？我不要你宽了气，坐车给钱天经地义。没有了给的。哎，你想一下，刚才你上车的时候，我跟你谈好价钱了不？就100块钱，那是刚刚上桌，现在就下桌，知不知道？你以为我们拉摩的的容易吗？风吹日晒的，你坐车竟然不给钱？哎呀，你容易难道我就容易啊？哎呀，你还跟我杠上了？哎，我就跟你杠上了，怎么的了？我拉你过来呀、啊，你不给钱还容易？我管你容不容易，你坐车给钱就坐车就要给钱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坐了几十年的摩托车，从来都没给过钱，哪个还敢要我的钱？我跟你说，你也不打听打听，我在方圆几十里。哎呀，为什么我这个广告，谁敢要我的钱？我不管你是谁，天然老子坐车也要给钱。现在是什么社会了，还有这么嚣张的？哎呀，光头要怎么样？我就是那么嚣张了啊！如果我今天给了你的钱，我不是破坏我的规矩了吗？那以后我不是还要给钱的吗？这规矩谁定的？啊，你光头了。哎呀，这个死光头佬啊！这个臭婆娘，不要给脸不要脸啊！我不要你给脸！那臭娘们还敢对我动手，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对我动手的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老子就是有钱，我今天我就是不给你，有本事你就来拿，怎么地了啊？这么嚣张的，我告诉你，我就不怕你了，别人能惯你，我今天就不能惯你。你不能惯我，等一下我就让你去不了大家走。哎呀，你不要以为你一个臭婆娘，一个女的，我就不敢动手啊！你不要以为你嚣张，我就怕你啊！我对你已经忍无可忍了，忍无可忍了啊！收拾你逼我的，哎，来，我就收拾你！哎呦，我就不怕你了，对，给钱先，不给钱我就打你！你就仗着你啊，一个大男人的。坐车不给钱了，动手打人了，简直是无法无天了！现在我就跟你没完了啊！我还跟你没完呢！哎呀，你还跟我没完？欺负我拉摩的了是吧？我就欺负你了！我今天就让你知道，我不是那么容易欺负的！哎呀，难道你以为我就那么容易欺负吗？你以为你有两下三脚猫功夫啊？你今天就是吃了豹子胆了！啊！杀也竟然杀到我头上来了，你也不看看老娘是谁？哎呀，看看老娘是谁？我拉摩的都拉了十几年了，从来没有一个人不敢给钱的。那就来吧！哎，敢啊！嚣张啊！哎呀！来，起来，怕了吧？起来！我拜你个毛线！今天我就跟你拼了，我拼死你！来！我打你就像打一个蚂蚁一样，我告诉你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要出人命了。给不给钱先？我给，我给。还敢嚣张吗？不嚣张了。不嚣张了。从来不给钱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含恨无礼的人。不敢嚣张你就起来，如果再嚣张你起来跟我打。哎呀，哼，怕了吧？没见过我这个辣椒吧？今天我出门都没开门呢，怎么遇上你这个硬茬子啊？你是没吃个辣椒汤，没遇到过啊会武功的女人，欺负人欺负习惯了。哎呀，哎呀，真他娘的！给钱呀！慢吞吞的，真的是。100块钱，多我也不要你了，这是你的钱，我做人讲良心的，不像你这样子。我现在要教一教你怎么样做人。以后还敢不敢坐车不给钱？哎呀，不敢了，啥也不敢了。我今天你得到教训了啊！你要去干什么都要给钱，不能吃霸王餐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就是你吃霸王餐的下场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就让你知道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知道没有？知道了。堂堂正正做人，遇事要冷静。懂了吗？懂了。这人善人欺，这天不欺。
人恶人怕天不怕，善恶到头终有报。你看苍天饶过哪一个恶人？对对对，就是这条村的恶霸。我告诉你，我就不怕你了，滚吧，下不为例啊！记住啊！记住了。坐车不给钱。哇，这不是老潘吗？哎呦，拿个手机拍下来先。OK。哎呀，啥门子关不嘴了？哎呀，撞我干什么？哎呀，老潘，我受不了了。哎呦，受不了就撞我。我找你帮我一个忙。帮什么忙？哎呦，这个锤子给我用一下。这锤子？是啊。哎呀，你寡妇一个，我借锤子给你。不借。哎呀，别跑去，我给你看一样东西。哎呀，你这个纸扎吧，怎么这种东西也要照出来？那你借不借吗？我不借，你赶紧把它删了。你借给我我就删，不借给我的话我就发出去给那个大波连看。哎呀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哎呀，行了，借了，走，那就行了，真是的。哎，过来，到我家了啊。这是你家里啊？哎呀，进去啊，进去拿啊。哎，那行吧，进去。哎，你在这里等我，哎，我进去拿啊。来，快点啊，我着急了。哎呀，放心了，来。没找到啊！啊，前两天那个大婆娘见过一次了。哎呀，我不知道放哪里了，要不你跟我进去一起找一找。你那个锤子是什么样的？黄色的，又长的又大的。这么长这么大的？哎，行了，那我进去帮你找一下。一起找。哎，快点吧。啊！哎呀，太长了！哎呀，这不是锤子吗？你看，又是黄色，这么大，这么长的。被你找到了，我都没找到。哎，那天忘记放哪里了。那走吧，赶紧去我家里帮我那个忙先。走。哎，走。就是在这里啊，你看这个天这么长，我今天早上过来的时候，勾到我的衣服全部都烂掉了。啊，这样。是啊，所以我着急的不得了啊。哎，那帮你捶一下啊。嗯。捶进去，磨平了。哎，行了吗？然后就不会再勾到衣服了。哎呀，这点小事，自己拿回来捶就行了，要叫我过来。那我叫你过来，我怎么懂得？不过也是啊，等一下你不还给我，我就借不了给别人了啊。是啊，那下次有的话，还有什么地方有钉的话，我再找你这个借这个锤子啊。行，那现在我走了啊，哎，我拿回去了啊。那我送你吧。哎，走。哎，哎呀，行了没有？哎，行了。磨磨唧唧的啊，半天都没弄啊。行了，老板。行了，去吧。哎，跟你换好这个轮胎，800块钱。行了，就走吧。哎，老板，你上车啊？那弄好了，我不上车干嘛？赶紧把你的工具收掉。800块钱呢、啊？什么？换一个轮胎800块钱？你都不打听打听一下啊？我叫人来修我的车，什么时候用给过钱呢？我就不管你叫谁来修，但是你叫我上门服务的话，我就要800块钱换那个轮胎。我找你来帮我修车啊，是给你面子的。哎呀，这老板一点点道理，我不用你给面子，就是800块钱的人工费还有成本费。讲道理是吗？是啊。讲道理，讲道理。哎，老板，你怎么可以打人呢？打你的算清了，给我滚！我们这是血汗钱呐、啊，你就不要刁难我们修车妹了。是你不懂规矩。还什么规矩啊？规矩就是修车给钱，天经地义。我说的就是规矩，啊？你说的就是规矩啊？那我问你，你去吃饭要不要给钱？哎，你要说对了吗？我真的从来都不给钱的、啊、买东西也不要给钱吗？也不给够啊。你买东西也不给钱，修车不给钱，吃饭不给钱，难道你真的是那个恶霸来的、啊、现在知道了，那你还不管，我就替天行道来治一治你，你这种恶霸。哎呀，你还替天行道，你这个毛线，这个毛线。行了，你再打我就还手了。营养不良的样子啊，你凭什么？我怕你，我怕的人还没出生呢。不给钱是吗？我马上打电话报警。哎呀，还要用我的手机报警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你越来越得理不饶人。行，我今天就好好教训你这种恶霸。我给你一个机会，马上滚。我滚啊！我给你一个机会，给钱。不管老子就不客气了。还不客气啊？来啊！你以为我怕你啊？行啊，既然你喜欢啊，我就给点颜色你看看。这种恶霸，今天就陪你玩两下。
吃霸王餐是吧？不要对我指手画脚的啊！对我指手画脚的人没有好下场。我就指你了，你这个畜生！行，今天老子就叫你吃不完倒着走。谁啊？来啊！不好好教训教训你，我是替上爷来教育你，替你爹来教育你，还有替你娘来教育你这种恶霸。你有什么资格教什么啊？你是老几？就凭你修车不给钱，我就要打你，我就跟你拼到底了。行啊，老子今天不把你打得满地找牙，老子就不是男人。我不把你啊打得落花流水，我也不是女人。行，小飞哥。怕了吧？老子就不信这个邪了啊！呸！哎，给钱没有？这男人是用来打天下的，你是专门用来欺负女人啊！老子今天啊，就欺负定了你，你要怎么样？就算你有三头六臂，今天老子也要好好给你讲讲记性。还口口声声称老子，你也配？老子啊，就好好跟你上一课。老子，老子，行啊！这个狗眼看人低，我就治一治你。我不治你的话，啊，上天就会治你了。还治我啊？怕了就给钱。老子今天啊，虽然打不过你，但是啊，你给我记住，以后你就没有好日子过了。还要嚣张是吗？还不服气是吗？你敢得罪老子啊？啊，以后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哎呀！不是在恐吓你啊！以后你到时候你会后悔。后悔吗？我现在我就让你后悔。给钱没有？是啊，是啊，我给钱。哎呀，看不出来啊，你的身手如此了得。这样吧，啊，要不然以后就跟我混啊。跟你混啊？就不要干这种又脏又累的啊这种活了。保你吃香喝辣的，说少了一年也能赚到个几十万。行啊，跟你混啊，还想要我跟你同流合污啊？还想要我跟你一起欺压百姓啊？我这个拳头来告诉你，我跟你混。跟你混啊啊！你以为你当我是什么人？虽然说我穷，但是我有骨气，我靠我双手啊去劳动赚钱啊！你专门靠欺压百姓赚钱来的，我告诉你，你的良心啊是黑的。哎呀，我说你啊，脑子不是进水了啊？放着这么好多身手啊，赚大钱不掉，要陪你又干这种啊，又脏又累的。我干的是良心钱，我不会做的对不起百姓之事。像你这种欺压百姓不拿钱，马上拉你去警察局里面去。行了行了，啊，老师今天就啊是认倒霉了啊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多少钱？老子大把钱，800块，有钱都不敢啊。我是什么人？欺负人，吃霸王餐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要教一教你怎么样做人。啊、人善人欺，这天不欺；人恶人怕，天不怕。善恶到头终有报。你看苍天饶过谁？行了啊，哎，钱给你了，百姓钱都给你了，哎，有完没完的？钱给我就行了吗？不用，不会要学会做人了吗？啊，以后还去其他地方吃霸王餐吗？行了，还敢吗？遇到你啊，我算是啊知道了，人外有人，山外有山了啊，以后。啊，我该给的我都会给的，行了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该给的就给，这是最做人最基本的道理，懂不懂？做人要好好做，做个有良心、有素质、有文明的人，不要靠欺压百姓赚来的钱呐、啊！哈、啊，赚来的钱是不干净的，懂不懂？行了行了，这人狂必有祸，天狂必有雨啊！今天你算是遇到我，遇到另外一个人呐、啊，把你的狗腿都打断你的。行了啊，比我老妈还要啰嗦，走。行了，你好自为之回去啊！以后再让我看到你吃霸王餐的话，你那头打断你的。行了行了，真是的。哎呦，车子没电了，都开不了。老车来了，老板，对不起了，我让你过去，我轮到你了。你个臭婆娘，我让你过去，什么意思？啊，没看见车来吗？我看到了，对不起了，我现在让你过去了。对不起有用吗？干嘛打人呢？我现在不是跟你说对不起，耽误我们时间了，说句对不起就行了吗？跪下来道歉。你要我跪下来呀、啊？哎呀，跪、哎、不跪？是不是跪下来你们就让我过去了？赶紧，
哎，老板对不起了。哎，行了吧，那现在过可以。不行，从这里钻过去，谁能放过你今天？干嘛还要这样子啊？你们太过分了吧！过分，等下还有更过分的。怎么着？简单，老板娘。哎呀，哎，这么啰嗦。少废话，赶紧，想不想走啊？哎，你们不要欺人太甚了吧！我跪下来求你们了，你们还要这样子？你不要耽误我们时间了。你啊，你个想杀我，一点规矩不懂，不给你点你啊教训，你不长记性，转不转？我转，我转。嘿，嘿，居然敢打我，你是不是不想活了？我今天打的就是你，老公，弄他。行啊，欺人太甚，你是吃了重金豹子胆的，胆敢得罪我们？我告诉你们，这狗急，逼急了也会跳墙的。行啊。今天老师不把你好好修理修理，让你啊知道怎么以后怎么做人。想打架是吧？哎呦，行啊，你意思说你很能打？老公，别跟他废话，弄他。去，小朋友，你呀，让他。哎呦，嚣张啊！行啊，老师今天啊都要看看你有什么能耐啊！你呀，看你还敢欺负我？哎呦！今天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是病猫？哼！老虎啊，这是老虎差不多啊！老虎，我看你有毛病啊！你生气了？行啊，你挡我路，你还有理了是吧？呀！这么疯狂的！呀！见鬼了！哎呀，老师今天就不信邪了！哎呀！不来！哎还有没本事欺负人，你们就是第一名啊。看不出来啊，小胳膊小腿的啊，受不了你啊，还有其他三角猫公婆啊，瞧不起我啊。行了，现在老子不跟你计较了，拉着你拉着压着滚。哼，我就不滚了，叫谁滚？哎呀，你还真是的啊，叫你滚你不滚啊。现在我不滚了，你好好向我道歉，我就让你们过去，否则的话今天就不想从这里过去。行啊，现在要你滚是给你面子了啊，是要你给面子。你不要多讲面子，得理不饶人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不要仗着你有那一点三脚猫功夫啊。是你们啊，楚楚逼人，逼得我攻击跳墙了。我跟你说，你今天不好好向我道歉的话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就不要从这里过去。从这里过去的话，我去叫老师跟你道歉。你是哪根葱啊？你是老几？就是啊，啊，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你们是谁啊？啊，有什么了不起？这不是有个臭车吗？有两块臭钱，你们那么牛逼？我就是 啊，有几块臭钱，你要怎么样？你信不信我用钱把你砸死？行啊，今天我也不怕你有钱啊！我跟你说，这有理行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。你们我怕你们，我今天我就不怕你们。要不要？我就不要。老实点呀，直接撵过去。撵啊！有本事你就撵，好不好？放跑他，我们走。快，哎，就给我滚！啊，啊，啊就给我滚啊！我看，哎，今天我不好好教训你，我就不是你了。滚！你们两个人啊，你滚就给我看一下。哎呀，我说你这个臭姑娘，怎么比我还要野蛮呢？你们这狗眼看人低啊！自己以为自己了不起，有两块臭钱啊，就这么欺负人。哇，今天啊，没想到碰见这块硬骨头啊，怎么办？我就跟他道个歉，走吧。哎呦，行了，大丈夫能屈能伸啊！道歉，大伯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！没读过书吗？啊，嘴巴这么臭，有你这样子道歉吗？道歉也要有个诚诚恳恳，也要有个素质文明。哎呦，道歉了，你还讲那么多？道歉啊！道歉还有那么多？我这样跟你说道歉，还有那么多规矩吗？啊，看清楚一点，我是八伯吗？啊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啊，我们走了。哎呦，我们以后啊，有颜面何存啊？跟他道歉。哎呀，是不是蠢不蠢？赶紧。哎呀，美女，对不起啊，刚才是我一时冲动啊，都有冒犯。你又啊，大人不计小人过啊。我告诉你，这道路千万条，安全第一条，不懂吗？啊，知道了。以后去到哪里啊？看到老老少少，要让他们先过，你再过。啊，这礼让行人，你不懂吗？啊，知道了。啊，尊重他人等于尊重你自己。啊，知道了。以后再是这么嚣张的话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看我怎么收拾你们两夫妻。啊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滚！有两个臭钱啊，这么牛逼的。
还好今天我练了两下，要不然被你欺负了，臭臭。卖糖果，看见，看见我来都不懂得掏钱出来啊？怎么啊？掏什么钱呢、啊？哎呦，你是第一次来这里摆啊？对啊，我第一天来这里做生意。哎，老板，要糖果就拿点回去。谁知你就烂糖果啊？什么时候了？我很优惠给你的。送给我不要，你赶紧交保护费，300块。300块啊？那不是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，老板，你看一下，我这是小本生意的，我一天都赚不了30块钱。我是来收钱的，不是听你啰嗦的。哎你干嘛打人啊？哎呀，等一下还要打呢，你赶紧3秒钟给我拿出来。我没有钱呐、啊，我做个小本生意不容易呀、啊，一个月都赚不了300块。啊，一句没有钱就完事了吗？啊，真的是的啊，你当我是什么啊？是想卖菜啊？讨价还价？你怎么不讲道理？讲道理是吧？对呀、啊。不肯讲，不肯讲，真的是。你赶紧叫，不叫我连摊给你砸了。老板，我们做生意不容易啊，我一家老老少少都是靠卖糖果为生的，你叫我交你300块钱，我都不用活了。不管你那么多，在老子的地盘你就得交，懂吗？交不交？交不交？不是我不交，我没有钱交。没钱？是啊，没钱你想办法啊，没钱能让我把你手脚给打断。你怎么把我的糖果都踢到那边去？踢果啊，踢糖果，你再不交，老师连人都给你夹了，信不信？我告诉你啊，现在是什么社会了？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人人平等。哎呀，这么啰嗦，这么啰嗦，哎呀，我忍无可忍了，你再不交，我就要动手了。我告诉你，从现在这一刻开始，我一分钟我都忍不下去了。你不要在这里欺压百姓，还要动手打我！你在老子的地盘摆摊，你不交保护费，你还想跟我干上了是吗？这里是你的地盘吗？你就可以无法无天了？我这里都收了10几年了，哪一个敢不交呢？啊！谁给你这么大的权利？谁给？用不着你管，你交钱就是了。是村长还是县长？哎呀！你还跟老师在这里这么啰嗦是吧？老师呀，哎呀，我就不叫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就算是有钱我都不会给你。哎呀，行啊，你想盖老子的地盘像撒野，老师今天就给点颜色你看。像你这种地痞流氓，你整天游手好闲的，好吃懒做不工作，要我们赚钱给你花，我看你做梦吧。哎呀，你个死八婆啊，不交钱还是老在老师面前唧唧歪歪这么啰嗦。哎呦哎呦，什么老子老子，我看你是卑鄙小人。 行啊，敢跟老子动手是吧？老师今天拿你来练一练手。呀呀，怕了吗？怕了你就滚回家去。管你个毛线，你马上从这里消失，我就当着没有发生这一回事。哎呦，让你这个死八婆在老子面前耀武扬威，以后我还怎么收费啊？我还有脸面混下去？你想混下去 那你就堂堂正正去赚钱啊，靠自己双手去挣啊！你干嘛在这里欺压百姓？你算什么人？男人？老子做事还轮不到你来，你来教啊！哎呦！服了你就啊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老子滚！不相信，老子当哪个大男人，弄不死你个死八毛呀！哎！哎呀！哎！哎！哎呀你个死八婆，什么来路啊？这么厉害
你管我什么来路？你是不是欺压百姓欺压习惯了？我告诉你，别人能够让着你，我今天就不会让你了。行，必须好好教育你一顿。行了，哎呦，买来了，今天啊，我就网开一面，不收你的，你在这里摆了，我去那边去守了。哎，过来！还继续收其他人的？我告诉你，从现在这一刻开始，只要有我在，我就不允许你再继续欺压百姓的下去。哎呀，我说你个纸包啊，老师今天已经放过你了，不收你的，你还管那么宽？我告诉你，你这种行为我就是最看不习惯的，像你这种恶霸啊，欺压百姓欺压习惯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知道人家百姓的钱有多么的不容易吗？啊，百姓的钱都是辛苦钱、血汗钱、劳动钱、泪水钱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、啊！我告诉你，懂吗？我自己也得管，我也是一个正义之人，正义女侠，这正义永远不缺席。世界那么多啊不公平的事，你管得过来吗？只要哪一个好心人看见，我相信每个人都会管的，除非他们不知道也没看见。行，这就是老实进去了。喂，文宇，我有个事情跟你商量一下。你说。你身手这么好啊，不如跟我一起混啊，就不用卖一个摆一个摊了、啊、能挣几个钱，一天下来随便的能挣个18000的。是吗？挣钱特别容易、啊、是吧？肯定啦，特别简单是吧？对呀、啊。行啊，我跟你混。哎！你干嘛这样啊？哎呦！我告诉你，想贿赂我是吧？哎呦！想要我跟你同流合污，门都没有。我想要赚钱，我也要通过自己双手去挣那种干净的钱。我就算从此扫大街、捡垃圾，也是凭我自己的本事赚挣去赚钱。绝不会昧着良心干这种良心的事情，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你也能够想得出来和做得出来？你真的是老子进水啊！跟我混啊，保你以后吃香喝辣的啊，还用不着卖你这个烂糖果了。行吧，我跟你说，烂糖果都是我自己双手干的，你就不要在这里亏用我，也不要在这里油嘴滑舌。还有求情，你说什么都没有用，现在我不给你这个机会了，行行，我马上将你绳之以法，行行，拉你去公安局里面去改造改造啊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做人不要那么得意，不要得寸进尺好吗？你不是想不劳而获吗？你不是想发达致富吗？现在只有去公安局里面去吃那些免费的馒头，我不去，免费的住那些免费的别墅，我不去，走，我不去，不去也得去。卖水果，新鲜水果。为什么人买水果呢？有人来了，哎，老板，要水果吗？对啊，新鲜农家水果啊。新鲜的？对啊。李生，啊，先吃，吃了好吃再买啊。很甜的，我们家都不打农药的。不打农药的？对啊。是手上摘的吗？是啊，都是新鲜的。好吃吧？嗯，我要名字。可以，把全部装起来吧哈。哦，不要吧。哎呦，老板真好啊！哎呀，真蛮甜的啊！来，装起来。哎呦，老板啊，这个大客户了。对呀、啊，这里。啊，这里啊，有啊，一共啊30块钱的优惠一点给你，老板。对呀、啊，你要这么多就给你优惠价了。啊，30块。老板，看什么？先别走啊，你先给一下果钱啊。给什么果钱？啊，就是这个果钱啊。没有了，给了吧。啊，我们是卖的，没有说送给你啊。跟你说啊，你一个村姑啊，跟你说啊，接你两个水果是看得起你的啊。我们种、这个、啊，你吃两个无所谓，我没不收那个钱，不过这袋子里面的要收钱。收什么钱？我跟你说，我从来没给过钱，今天吃两个水果，拿你两个水果也是给你面子了，知不知道？哎，大哥，你要是不给钱的话，你就把水果还给我吧。哎呀，装都装起来了，还有的还给你了吗？哎呀，那你给钱啊，大哥，先别走。没有钱给了，就你了，你就给钱嘛，我们种一点水果出来不容易啊。对呀、啊，年轻人，你就给一点，你看30，你就给25吧。你看我老爸这么老了，年纪这么大了。
出来卖一点水果。我们晚上还要等着这个买米回去呢。对呀、啊，我跟你说，我都刚刚跟你说了，要你一点水果是给你面子了，抢了你两个水果，怎么的啦？还想要钱啊？没没没，抢了那个不要钱，不过这个真的要收钱，不然的话我们没有那个，我们也是靠卖一点水果来维持生活的。你不给钱，那你就把这个吃了，那个。哎呀！哎呀！小心点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呦！怎么样？还要钱是不是？你不要打我了呗！你不打铃，打铃打铃！半夜几时你不是谁？还有啊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有人啊！有没有人啊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有没有？你要钱是不是？我跟你说啊！快点！我跟你说啊，我取东西拿东西从来没给过钱。哎呀，你今天你们两个还敢要我要钱是不是？你也不打听方圆几十里我是谁啊？你怎么这么凶啊？我们卖的。住手！你也是谁啊？干嘛在这里撒野打人呢、啊？我打人关你屁事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我在大老远都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。看清楚要怎么的呀？美女怎么样啊？想吃霸王餐还打人？吃霸王餐还打人呢、啊？哈，你什么人啊？什么帮派的？什么帮派？打听打听，方圆几十里，我小光头是谁？哎呀，哎呀，小光头是吧？哎呦，我听说了，你在这里啊吃霸王餐吃习惯了，还动手打人？打人了怎么的呢？哎呀，你臭婆娘啊！哎呀，讲得不错嘛。打人家怎么的呢？怎么的呀、啊？是不是？怎么的？哎呀，你活腻了是不是？今天我会。哎，他打我是不是？打我是不是？不要打人了、啊！哎、不要打，美女，他那么凶了，算了吧。算了算了，你走吧，没事，我不要钱了。美女，啊，这位大伯，你就在这里等着我，我帮你们主持一个公道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早就听说你了，我啊，好早我就想找你出来，就是你一顿。哎呀，口气还那么大、啊，就凭你呀、啊！小看我是吧？怎么的？还想怎么样？想怎么样？哎呀，我告诉你想怎么样哦！哦，哎呀，你的臭婆娘啊，还蛮有个性啊！哎呀，还敢，哎呀，打我是不是？找死是不是？打的就不是你，我打的是一条狗，连狗都不如！哎呀，你个臭婆娘还敢骂我是不是？你找死是不是？哎呀！找死的是你！我找死怎么的啦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不要你，给你脸不要脸啊！你马上给钱给他们，要不然的话，我腿都打断你的！哎呀，你信不信先？口气还那么大、啊，还要给钱是不是？还这么嚣张是吧？我就那么嚣张怎么的啦？我就不信你今天治不了你了！哎呀，还想跟我动手是不是？我就要动手你了，我今天就要替上天来教育教育你。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，马上走开，不然等一下我对你不客气了啊！你没爹娘生的吗？啊！哎呀，吃霸王餐还动手打人，简直是无法无天了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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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臭婆娘啊，原来有两下子嘛，难怪那么嚣张啊！哎呀，我没两下子啊，他们都被你欺负成这个样子了，我告诉你。他们哈、啊、怕你，并不代表我也怕你。你不怕，我现在跟你没完了啊！哎呀，等一下，我让你举不了刀要找来。来呀、啊！哎，好、啊，好、啊，好、啊，哎、啊，哎呦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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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么丑啊！哎哎哎哎，哎呀，妈，怕了吧？怕了，赶紧给钱滚蛋！要给钱，毛了没有？哎呀，来！不管你的事啊！服不服先？哎呀，服了就起来，不服你就起来打！我跟你打个够！这么嚣张的，狂啊！起来呀！真的是啊，你个臭婆娘，是没练过，我从来没遇到过。哎呀，这么厉害啊！你说对了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练过了。我这种三脚猫功夫啊，本来是选用来防身的。没想到用在你身上了，我就是替他们打抱不平，行侠仗义，为民除害。哎
白白有什么好处啊？真的是，这也不关你的事啊。没什么好处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相信哪一个好心人遇见了，必须要管。像你这种人啊，欺压百姓，恶霸，嚣张霸道，啊，谁会能惯着你？好早就有人想出来收拾你了，只是他们不敢出头。我今天就来出头了。是，你怎么算我倒霉啊？出门都没看王丽，遇上你这个臭婆娘啊！倒霉，倒霉就对了。遇上我啊，就是你啊，以后你也再也没有机会吃霸王餐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要是看到要我看到你再吃霸王餐的话，腿都打断你的。他们卖个水果容易吗？啊？那我也不容易啊。你不容易，你就想手上来干什么呢？啊？你不知道啊，赚钱去买的吗？买水果做什么啊？都要给钱，你懂吗？人家的钱都是血汗钱啊，种的水果都是啊辛辛苦苦种来，你都不给钱，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吧？真的是，算了，没钱你就不要买东西。我告诉你啊，买东西就要给钱，作为一个男人要堂堂正正的做男人，你懂吗？这一点点小钱你都舍不得给，你做人你感觉到失败吗？你配做男人吗？啊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错了啊！以后我都改钱了。真的是，马上改钱，滚蛋！再也不要让我看见你这种人，看见你就倒霉，懂了吗？懂了。以后，啊，你去到哪里，之前你买东西不给钱的那些人，去给他跟他们道歉，懂了吗？啊，改钱。不用这么多，不敢要。奶奶。他打破了这么多，这一点点小钱就是当做赔偿你们的，你们就收下吧。他这个人啊，恶霸欺压习惯了。对不起了啊，滚，记得啊，去跟他们道歉喽。啊，要是不道歉的话，改天听到哪一个人还说你吃霸王餐还不道歉的话，我跟你说，我去你家里面找你，我都记住你的光头佬了。滚！真是，哎呀，美女，谢谢你啊。还好有你在啊，不然的话我们被他打惨了。对呀，你现在人怎么这么凶啊，蛮横不讲理啊。我说你们两个人啊，以后啊遇到这种事情啊，第一时间要报警，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，懂吗？不要被他们欺压习惯了，他们都会变本加厉的害你们。没事的，应该那个光头以后也应该也不敢来了，今天你已经教训他啊。对呀、啊，应该也不敢了。行，真的是谢谢你啊！不用谢了，举手鞠了，你赶紧送他回去吧，时候也不早了。行了，好吧，啊、我们走吧。啊！你是不是？放开！打我！把包包拿来！你要救我！拿来！我拿来！拿来！不要钱不要命！啊！过来！我的脚啊！脚啊！过来！救命啊！放过来！哎，我的包！看看我！啊！不要给我的包！啊！钱不见了！哎呦！哎，美女，发生什么事情啊？怎么在这里哭哭闹闹的？哎哎，有什么事情跟我说一下呀？说他跟你说你的姐姐有我的问题吧？我在大老远就看见你在这里哭了，我以为发生什么事情，说一下嘛。我的手机跟钱都不见了，被人抢走了。这光天的化日之下还有人抢劫呀、啊？什么样的人抢走的？那个是一个男的，穿着一件花衣服的。这样子啊，行，我马上去把你追。站住！谢谢你啊，美女。站住！给我站住！王八蛋，你跑了！我要你跑！我抄近路追。嗯，坏冬瓜，哎呀，丢下我啊！想都没想。几千块钱，哎呦，有这台手机这么漂亮，你都发财了！哎呀，老子走了，哎，跑啊！我要你跑！说你啊，你从哪里冒出来的？我告诉你吧，我抄近路追上你了，追上了，那又怎么样？你马上啊，把包还出来给那个美女！哎呦，你是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来的！什么狗拿耗子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就叫行侠仗义。这个社会啊，你不要跟我谈那些什么狗屁行侠仗义。你现在马上给我滚，老子还不跟你计较。
什么社会都有见义勇为的人，我告诉你，特别是现在的法治社会，你还敢抢劫？我抢你了吗？啊，那个八婆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？跟正义有关系。滚还是不滚？要要要！哎呦，马上把包还出来哦！我告诉你哦，要不然的话落到我手里，我要送你去派出所的哦。你今天你要倒霉了。嗯，啊，敢跟老子啊过不去？不是跟你过不去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要知法犯法。哎呀，哎呀，敢来管老子脸上去？当老师的台客，你真的活得不耐烦了，还敢打我啊？包在这里，有能耐你就打下去呀。哎呦，见鬼了，我现在奉劝你一句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老师干这个一天两天了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像你这种矮冬瓜，老师见多了，你再不管，老师打到你小段小段的，你管也不管，叫我管啊，门都没有。行，姐啊，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别怪老子心狠手辣。我今天一定要把你拿下，捉拿归案。拿你个毛线！我看看你啊，有几斤几两？来，牛逼啊！必须要把你抓去派出所，将你绳之于法。就凭你？哼，你知法犯法。你不知道抢钱是犯法的吗？行，老师不跟你客气了，直接把你弄死。想跑吧，我告诉你。行啊，你不要仗着你有一点三脚猫功夫啊，那个八婆跟你素不相识啊，你何必要贪个还嘴？你要知道得罪我们这种人是什么样的后果？我才不怕你了！我相信现在这个年代哈、啊，看遇到哪一个好心人，绝对会管的。行了，看你啊，身手也不错。这样吧，我刚才看到了，里面有几千块钱，还有一台手机。你要钱也可以，要手机也可以，也可以。我们打包把它分了，啊？你摸摸你的良心，过得去吗？拿人家的钱跟我分，你以为是你自己的吗？啊！现在到我手，不是我的，是谁的？我告诉你，别人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人家的钱是血汗钱、辛苦钱，你都抢走了，你啊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啊！我说你啊，想要钱、想要发财，也要通过自己的双手啊，挣那种干净的钱。你不要跟我说那些啊狗屁大道理，我什么都懂啊，但是干这个来钱快。来钱快啊，我看你今天是有命赚钱没命花了。那你想怎么样啊？我马上将你绳之以法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不要得寸进尺，得理不饶人啊。你今天啊，如果得罪老师，老师改天让你吃不完兜着走。你以为我怕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这一进去派出所还不知道到要蹲多少年呢。你最好现在乖乖让我走，最多那个钱我不要了，我就不放你了。你认为可能吗？放你等于放虎归山。不要在这里废话那么多，也不要在这里求情吓唬我。我现在就将你绳之以法。老大，你没完了，去派出所。是。喂，停了没有？停了，停了，停了是吧？对呀、啊，就是我跟你换了一个零件刹车碟啊，你现在可以开车了。啊，对呀、啊。可以刹得住了吗？是吗？啊，技术不错吧？那谢了啊！哎，走吧，来走先，给钱呢？什么？100块钱，我帮你换了一个零件刹车碟，100块钱。还要收钱呢？是啊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上门服务啊！你打电话给我的时候，我已经跟你说好了。你不打听打听我是谁？我让你来帮我修车，是给你面子的啊！你不要不识抬举。老婆。你不肯不给钱不可以走啊！我告诉你哦，把你的脚给我拿开！哎呀，你先给钱给我，我就让你走。哎呀，我说你这个死八婆啊，修车费你不打听打听我是谁，在这里面哪个不给我一点面子，连尊家都要我几分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狂呢？我上门服务啊，我从大老远县城过来这里农村这里帮你修车，100块钱你竟然不给钱啊，你这几个意思？几个意思啊？
我现在300元，马上滚蛋！哎，你不能走！我跟你说，你想要我们亏本吗？啊？哎呀！再说了，我是修车公司的，我哪回去也要上交上报的。如果你不给钱，就是让我倒贴了，我还被老板炒鱿鱼了。我说你啊，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啊？哎呦！你滚不滚？老板，你怎么可以这么横悍无理啊？修车给钱天经地义是吧？你不给钱，你还要理啦？你再不滚，我还打！就我滚啊！你给了钱给我，我就滚了、啊。哎呀，真的是！啊，哎，不许走！给钱先！我告诉你，不给钱，我等一下连钥匙我都拿你的。你拿拿试看啊！等一下让你出不了这个村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狂啊？你什么来路啊？什么来路啊？什么来路？我告诉你，我什么来路？老子就在这里的欧巴，吃饭、坐车、买东西，什么时候给过钱？你怎么这么欺负人呢、啊？你坐车不给钱，吃饭不给钱也就行了，但是修车要给钱呢、啊。修车不给钱，你不给100块钱、50块钱、80块钱，我要换零件的，你接点联系行不行啊？啊，我就欺负你了，我欺负又不止你一个，多一个也不多，少一个不少。你怎么这么欺负人呢、啊？滚蛋！哎，不行的，你不能欺负我们的！哎呀，别打了！看你就是找打！真的是的。怎么我今天这么倒霉会遇上你这种恶霸、啊？真的是！哎，别动手，别动手，我就不要你走了！我告诉你，啊，你这男子汉大丈夫啊！哎呦，动口不动手！你一个堂堂一个男人打女人算什么东西？算什么本事？哎，有没完有完没完、嗯、啊！我告诉你，我今天死也不可以让你走，我就不走，不让你走。给钱了？走是吗？是。把你啊，过来，过来，啊，过来，哎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，哎呀，我先放好了，我告诉你。我今天就让你知道，这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哦，你还发火啊？我看你能发什么火？矮冬瓜一个。什么矮冬瓜？滚！哎，过来这里。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啊。还没打到是吗？这狗逼急了，有人跳墙的。还想找打是吗？你别把我逼急了，我告诉你。行啊，我看你皮痒啊，刚才还没打到。我已经对你忍无可忍了，我再也不怪你这种人。哎呀。你不忍，你不忍，还能怎么样？我也不会让你，我跟你拼！哎呦，就你这个小胳膊小腿的，拿什么跟我拼啊？哎、我就不信你了，瞧不起我、啊！哎呀，我今天就算是不干这种工，我也要把你教训得服服帖帖的，我要你好好做人。哎呦，还教训我？是，我看你怎么教训！哎呀，怕了吧？看来我不拿真功夫出来对付你，你以为我好欺负？哎呦，我在我面前你都敢撒野，你真的吃了雄心豹子胆了、啊！哎呀，还不怕是吧？我怕你个毛线！就你，老子什么人啊？再狠的人，老子都对付过。哎，老子还怕你开什么玩笑？还出口狂言了、啊？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！哼！那我倒要领教领教了，呀呀！见鬼了啊！你见了女汉子的？怕你个毛线！见你就矮冬瓜啊！老子不是吹牛逼，就是那一只蚂蚁啊！呀！赶紧，我发疯了！我。真的就发狂了！妈呀，这不是你逼的吗？我就叫以牙还牙，你怎么样对我，我就怎么对付你。真的不要命了、啊！我今天就算是拼了，也要给你拼到底，又怎么的？啊，让你长长见识吧，就让你知道，啊，这恶霸不是那么好当的。真的是一个母老虎！哎呦，我不打了。钱我拿钱给你，挣他名来，我不拿真功夫，
我欺负欺负我，继续往死里打，看你敢不敢！拿去，什么？哎，道歉！什么？是我管你大小姐道歉。钱都给你了，你做人不要夺人金子啊！我告诉你，今天我就要夺车金子，我要当一回大姐大，挂！走！道歉！道歉也不可能啊！大不了我再给你100块，我也不可能跟你道歉啊！老子跟你道歉，你让我怎么见人？老子，我看你是真是小人，你也害老子哈！你连个男人都不配，100块钱都要刁难我！把手放开，别人看见了。我就让别人看见了。来人呐、啊！小人不给钱！哎，看看你这张脸！哎，大小姐，对不起了，今天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啊！怎么回事？来，我要教一教你怎么样做人，怎么样做一个有素质、有人品的人。哎呀，行了。那些大道理啊，谁不懂啊？嗨，哎，懂的话啊，懂了你就干嘛这样子对待我们，这样子嚣张我啊？一直都是这样的啊，谁知道？谁知道你这么厉害？现在啊，我不能惯着你这种人，再说我也不惯着你啊，吃霸王餐。告诉你啊，以后你要是让我再看到你啊，吃霸王餐腿都咬不了你。跟你说，这人善人欺，这天不欺人恶人怕，天不怕善恶到头猪有报。你看餐厅哪咬过哪一个恶人？知道啊，知道，是不是的啊？啊！想欺负我，问都没有，羞耻不给钱。以后啊，遇到这种人啊，一定要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，再也不要对这种人不要眼也不要样了。